先给大家做一个粉色的爆米花。哇塞，这个小粉珠子也太好看了，来把它给放进去。这个是一个三合一，就像那个咖啡一样，也都是三合一啊，这个爆米花也是三合一的。来开火搅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波粉粉嫩嫩的爆米花。手不要停啊，一直不停的去搅拌。哎，为什么屏幕上看出来是紫色的，但是我实际上放下去的是粉色的，就是那种淡淡的粉紫色，你懂吗？今天我给大家做一波彩色的爆米花，大家猜一猜能不能成功啊？就是屏幕跟实际上的还是有点区别的，颜色比较冷，要搅拌均匀啊，不停的去搅拌它，要不然你长时间在一块儿上面的话，它就容易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加速啊，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八圈，就是这么不停的，咱们去反复的去翻炒它就可以了，超简单的。你只要有手，咱们就能做爆米花。这个糖从咱们隔壁小姐姐家要过来的，她说啊，我家里好。哇塞，好香呀！哇塞，开始融化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沫沫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天啊，而且这怎么变成橙色了？哇塞，好香！哎，爆了爆了！来，赶紧带上锅子。哎，我们开始晃锅，晃锅也一样啊，要均匀的晃，手不要停啊，轻轻的晃一晃。哎，我们继续开始晃，再试一下，继续晃，轻轻的晃一晃。当当当当当，彩色的爆米花就这么做出来了。哇塞，其实它在屏幕上就是看不出来啥，在我这里它是一个橙色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变成橙色的爆米花，好奇怪呀。